我们是这些可怜人当中的小小觉悟者，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只有求助圣贤，求佛菩萨，是不是真的求呢？ 真的不懂，什么叫真求呢？真正依教奉献的人，这是真求。我想求，我也想读，也想听，做不到，那不是真求。真求的人至少具备信、解、行。 我把我所学的要做到，幕后是真的，行久了你就真的了。实在讲，学的时间不是很长，10年，你能够坚持10年，你就有成就。儒家学记里面告诉我们：7年小乘，9年大乘。这在过去的世间法了。小乘，以我们佛法里面来讲，小乘是得三昧呀，得清净心啊。 大乘智慧开了，7年得清净心，再2-3年智慧现前。我们不干就没法子了。现在在这个时期，善知识少。 真正的佛法不容易遇到，遇到我们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学起，无所适从。你要真正能觉悟到这些问题，你才会感激阿弥陀佛，为我们开这个。 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就一句佛号，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欧耶大师说得很好，我一心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求了，这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。 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万缘放下。古时候例子很多，几年成功呢？3年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你看《净土神仙录》，你看《往生传》。3年成就的有多少人？